据不完全统计呢，截止到11月15日，在大陆约有17.2万的台胞接种了疫苗，累计接种呢约33万剂次。大陆有关部门对新冠疫苗接种人员的信息登记和报告工作呢是有明确规定的，接种单位应当及时的记录接种相关信息，在接种完成之后为接种者提供预防接种凭证。那么在大陆完成疫苗接种的台胞呢，可以在接种单位获取到疫苗接种凭证，也可以通过健康码小程序等途径来查询到本人的疫苗接种的电子信息。那么已经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按照这些方式呢在各地获取到疫苗接种的凭证，如果呢遇到困难可以找各地台办来寻求协助。